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郭宇树，我来自中国北京，然后在这边读的是大学预科英语这个课程。这边老师和国内有非常大的区别，这边老师会非常友善，但同时对工作也非常负责任。然后我来读这个语言学校，我觉得它对我的帮助非常大，让我在英语听力啊，还有一些口语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我的住家同时也对我很好，在做饭都比别的住家要好很多。然后普斯茅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，我来到这里去了海边，空气非常清新，人与人之间也非常和睦。总之在这里我经历了许多，过了一个非常好的7周的学习生活。谢谢大家。